我被告知要诚实，可是当我说出真相，却突然被所有人冷落。我被告知那规则必须遵守，绝对不能打破，犯规的人却能得到更多。费尽心机去争夺唯一一个虚拟的宝座，那么天真却被说成心机太多，预设程序太单薄，抵不过人性的难测，更不会电脑黑白。能不能给我画一点眼线来掩饰锋利的光泽，能不能给我抹一点口红去模糊清楚的轮廓，能不能将我心照不宣的预测下隐藏的规则，再快的预测也算不出那无数诺的两颗。大家好，我是 CGT48 Team C2 的邱刘佳。我这次的个人作品是《人间规则》。为什么选这首歌？是因为第一次听到它，觉得非常的好听，然后觉得它的歌词也很有意义，就希望能很好的展示这次的作品，也希望大家能喜欢。青春十载，星光闪耀。2023 SN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。我是 CGT48 Team C2 的邱刘佳。我的星光是获得年度潜力新人奖。8月5日，期待与你共赴青春之约。